房下之大，铲碗中原，插裆可畏。像匆匆淌过，你的额头能写下多少坎坷？谁不曾一意孤行，怒发冲冠过？怕只怕没了那份执着。哎，干啥？别碰我！我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，比如说别人推你胸，或者掐你脖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这个夹镜啊？比如说。你掐我的时候，你看我特别难受了。这个时候也是掰住肘，然后去砍头。我们两只腿啊，跳带动腰胯，再看。老铁们，坐地。哎